算，拍照。有拍到吧？是不是很神奇？对，这个叫做不求人手机。拍的时候完全可以不用别人帮忙按键，只要帮忙举着就好了。喂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你想坐船吗？哎，想啊。我来之前就一直盘算着要不要做一条试试。哎呦，小美，这个票你拿好，我们票票头已经拿住，好吧？把零件领着。干嘛？又把我给丢了？你怎么穿着跟我们一样的衣服？咱们是一个 team 吗？不对。那咱们又不是一个旅行团的。我觉得这个船太小了吧？这样，你啊单独坐一辆，我们俩坐一辆。你有什么事儿你就招呼我就行了。我先去找一辆。可以啊。等我。走吧。哎，就走了？不等他吗？小心，你看弯腰啊。那我们要开船了吧？开船吧。你们两个骗子！不是，那个，其实他就是特别爱开玩笑。其实等等他，他可能他也上船了，看来没开玩笑。有你们这么玩的吗？啊，就把我甩了，给我回来，回不回来？啊！收到了吧？好嘞，好嘞，那我们现在回去了。好嘞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嘞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副主编，我来开车吧，副主编，你辛苦了，你休息一下。哎，来。哎，你不是骑着摩托车来的吗？喂。谁没事骑摩托上高速啊？我就算再热爱这份工作，我也没必要把自己性命搭进去啊。我坐大巴来的。那大巴也还有啊，还有好几班呢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能不能心疼一下你的员工啊？我很累啊。再说了，哎，这车又不是坐不下，你坐后边，你可以躺会儿，我坐前面就行了。你坐后面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哎，你也坐后边，